第二呢，以后找了老婆，然后呢很得老婆喜欢。第三呢，走遍天下，你也是干干净净的哈、还有好多好多。好，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哈、那么女生要是如果一当卫生部长，你也很干净，那你的益处呢就更加多了。你会带出干净漂亮的孩子，带出很干净，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学生，还有出去以后让别人都很羡慕的老公等等的啊。好，那么这是呢我讲的第一点哈、那讲的第二点。他讲到就是真正对于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，那么这一个呢，因为在